的 race。BOP 就是 Battle of the Year， 听到了没有？哎，全名都讲出来，这么厉害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来，文明，好，我问你哦，很专业，是你都是练头在转，对不对？是，然后再去弄呼啦圈，对不对？对。请问你在练这个的运动伤害里面，最严重的伤害是哪个部位？最常打不出来了，对不对？看到了没有？还没回答，多给一点时间的机会，给一点时间，阿哥。最常发生的伤害在脖子颈肩部这边，对，我睡下睡觉都不用枕头，喜欢睡平躺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天都绕枕。对，那你还继续练？对啊，这样很好，就不用枕头啦。来，红队想清楚，阿冠是不是能够地板头转，然后同时再摇呼啦圈？真的假的？压几分？请选择。在讨论哦。哎，难得你也认为我们的意见，难得我们三个是一样的答案。好，对，三个一样。来，凯乐，假的3分。好，阿冠到底是不是能够头转再加呼啦圈？如果真的，待会儿让你亲眼目睹看看。如果是假的，很抱歉，那就阿虎来跳一下 ，OK？ 我错了，我叫头转，真的吗？会，错了你就头转，来，会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不是看阿冠就是看阿虎 ，OK？ 最后正确的答案是。看阿冠转以前，阿虎来，说到做到，来，好不好？哇！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真的会哦！来了，我感觉弱弱的。你前面的动作好有那个架势哦，对，你前面要先贴片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他昨天睡到整，这个不能开玩笑，这真的要练过。哦 ，OK OK， 好，那我们家阿冠来，是不是就直接让大家来看一下，这个故事怎么样？来，哦，好凉，还有风哎，一见钟情，真的有风，这才叫。真的好强，人体电风扇，我可以拿下来。哇！太牛了，尾牙了。好，来，超厉害的，厉害，超强的。谢谢。阿冠说练了5年，是。刚才阿虎开始质疑的是说，你觉得前5年光5年是只能做基本动作，对基础啊？那你为什么能练到这么厉害？哦。你的呼啦圈一定不愿意拿下来就对了，一定要这样子，先走直线看看嘛。就是我跟他做朋友，好要培养感情。OK， 而且你怎么可以一直转，然后马上停下来都不会这样晕呢？一开始练习的时候会比较不习惯，嗯，久而久之就是会去习惯它，能够控制它，保持不会晕。OK， 但表演非常精彩，非常厉害，谢谢。来，掌声支持阿冠，谢谢。来，凯乐的潜意识是谁？什么事？凯乐，欢迎维明哥，没开罐器也能开罐头。哎呦，我这个 pose 好，我这个 pose 真的吗？对，我还想到一个是这样，这个男的吗？那个是太阳眼镜，我也想到一个是这样，两位好点。那请问一下。为什么会想到没有开罐器去开罐头？干嘛尝试做这件事？是用下巴吗？对，我用下巴开罐子，然后神经病啊！我用下巴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是，其实这是被生活逼出来的。嗯，以前我们当兵嘛，当兵演习的时候都没有东西吃，所以阿兵哥都会偷带一些东西。可是呢，你就常常会带到罐头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把罐头打开。你要怎么样把那罐头打开呢？哎，无意间就有一个学长。传承的一个方法，我们就一直用。你自己在部队的时候，你因为学到了这个，所以你真的自己后来不管是行军啊或什么，你就真的拿没有开罐器，徒手去开那个罐头。没有，后来我们就学到要带开罐器。
因为没有带开罐器，就只有用那个方法。今天是找一个人来风言风语的，不是，我们学颠三倒四的，我们学到的那个方法，但是你学到那个方法以后就知道说，哦，一定要带开罐器，要不然很累嘛，用那个方法开很累嘛。那我们在节目到底要干什么？对，就开罐器，能开罐器，等下就表演那个。就开给你们看吧，好不好？就好不好？求生技能，万一徒手开给你们看，来提问。我不管真的假的，我都想看一下。但你要先猜，维明就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对不起，这是我刚刚开玩笑。来，谁要提问？阿明讲还是？好，那你就是第一次。好，下一位。哎呦，你开第一次开的时候有开成功吗？这什么问题？不要，没有开成功，我们这是没有开成功，还是你心路？他的意思说可能要试好几次以后才成功。没有，其实你抓到要领以后还蛮快的。OK， 所以第一次就成功了。对，第一次就成功。来，刘师弟。会打错。肯定会，哪里最痛啊？你哪里最痛啊？啊，对，你开罐头最痛，因为我们要开它嘛，它被打开了，你肯定，你这招可能用嘴用什么？受伤啊，流血啊，有没有？有没有因为开罐然后受伤流血过？有，因为罐头我们都看过罐头嘛，罐头那个边弄起来，很锋利，就是跟刀子一样，很利。有人不小心啪，这个有划到过。他虽然风言风语啊。然后呢，有点故意在那边假鬼假怪，但是我还蛮相信。请问你开罐头的时候有没有掉过牙齿？你这样确定一定是用嘴？开罐头的时候有没有掉过牙齿？对，没有，那就是牙齿还蛮硬的，因为只能靠牙齿啊。啊，一般开瓶盖是可以直接开瓶盖，有人是直接，也有人是直接敲桌子，用打火机也可以。对，啊，那如果要开罐头，那不是易开罐的罐头的话，除了牙齿，难不成说用头去把它敲撞扁吗？玉林哥，我可以跟你挂保证，我不用嘴，不用嘴，用不到嘴，用不到嘴，那就表示根本没有这件事。好，你觉得一定要用嘴才用？一定要用嘴。OK， 好，所有资讯提供完毕，绿队想清楚，真的还是假的？看你们能不能缔造大满贯，太强了！而且维明保证不用嘴，真的还是假的？如果真的，待会现场来看一看。如果假的，就是糊弄你们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压几分？请选择。几分？三分。维明真的会保证不用嘴，没有开罐器能开罐头吗？最后正确的答案是。好，最起码维明力主绿队大满贯这一场。可是，陈明哟，来，不用嘴，没有开罐器，不用任何道具。来，上罐头。旁边的人会有危险吗？不会，完全不会有危险，也不会像凯乐这样刚刚那么重，那么刚好就打到膝盖，不会，完全不会有危险。你答应我，不但没有危险，里面的食物还对可以吃哈，非常完整的可以吃干净。好强，很简单，就是这罐头你把它放酱，然后拿砖头呢把它。哎，别装笑为啦！究竟陈文明真的能徒手开罐头吗？还是糊弄大家呢？徒手开罐头秘技大公开。没有危险，里面的食物还对可以吃哈，非常完整的可以吃干净。好，很简单，就是这罐头你把它放酱，然后拿砖头呢把它。喂，这大家都会，这样你所有东西还完整的能吃。跟大家开个玩笑。好，那我刚刚说你不用道具，可是大家觉得奇怪，那我拿一个砖头不是道具吗？对啊，不是，我们是在野外的时候，你利用地板。哦，这是地面，因为我们同你的地板是塑胶的那个铺。这就柏油路的，对，所以我们用它的地面哈。你看需要它的硬度。就是你要把这个开的这一面呢，就是所谓我们这个罐头的正面，对着这种粗糙的石板的地板，石头的地板呢，你不断的摩擦它。要不就站斜一点啊！哇，你还是上去，所以等一下里面会有骰子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呢，你的猜六点还是七点？没有，不是骰子，是柴油。不是 OK。会不会起火啊？好想下去。对啊，你不觉得很吓吗？好烧。哎，我
回去。你忘了提醒大家，这个要弄多久？后面弄一个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把电板拿起来。哎，真的开了！哎呀，真的开了！来，豆豆有请。傻了吧，威廉神！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它的原理是哦，它的原理很简单，我们拿这个搓的，这个是没有弄过，对不对？嗯，这个罐头的边缘呢是高于它的那个内盖。对，当我们在这样摩擦的时候呢，我们会把这中间所有的空气呢，整个把它磨掉。嗯。会，你在摩擦，因为生热嘛，所以中间的空气会没有。OK， 那会没有呢？其实，但是所有的罐头呢，它其实边缘都有裁一个这个压车压线。嗯，车压线，当你这个热受热，里面空气没有的时候，这个车压线呢，它会直接最先被破坏掉。所以其实是利用热空气真空的原理，然后它就这个地方就软掉，软化以后，你只要稍微一挤压，它就啪就开了。哦。原来当兵可以学到这么多东西，当兵最大的收获就是这个了。还有很多，还有鬼故事啊。OK OK， 好，那文明告诉大家，真的是可以不用嘴，不用开关器，而且开给你看。但是即便是这个样子，红队在这一场竞逐当中，凯乐最后两组的分数是红队是负九分，绿队是三分，恭喜绿队获胜。来，恭喜绿队。红队呢，我们有帮你们准备好你们该喝的东西，好不好？来，请上我们的惩罚。好，鉴于文明刚才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，所以制作单位呢也特别准备了三杯特制苦茶呢，来慰劳一下大家，好不好？可以解释一下特制苦茶的定义吗？是特制苦茶，就是因为你刚刚表演太精彩，让大家觉得苦到心里面都快流眼泪的感动，因为大家都没流眼泪嘛，就看喝了这能不能够流点眼泪看看。徒手开罐头，大家没流泪，就喝喝特制苦茶挤眼泪吧。谁叫红队你们三个这么不会看人，从头错到尾，喝吧，喝大啦！好，今天的现场非常谢谢所有来宾的参加，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收看，真的了不起，大家好心情，下次见，拜拜。